看看新闻网。是的，其实对于明星情侣来说呢，激情戏可以说是对爱情的一个大考验，考验的是另一半的定力啊。啊，就考验的是不在场的那一半，对不对？但是林峰在这件事情上呢，就有个很好的态度，每次有激情戏，他都会主动的跟女友报备，态度很好嘛。嗯。我不介意啊，我不介意，只要他就是，他每一次其实都会跟我说一声。男友时刻汇报，女友大方不介意。要说林峰和吴千语这一对小情侣，还真是羡煞旁人呐。但是真实的情况真的是这么美好吗？也不是说会不会介意，是出于尊重吧。千语妹妹终于说出真心话了，作为女朋友怎么会不介意嘛？我会跟他讲，我觉得。honesty 是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都会跟大家讲，恋人之间信任最重要。看来林峰和吴千语之间做的是相当到位呀、啊，怪不得两人恋爱这几年，面对这么多的传言和绯闻都挺了过来。看来不光林峰是个好男友，吴千语也绝对是百分百的好女友。全裸那种真的就可能。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要拍，我自己就接受不了。娱乐新媒体，信任和尊重很重要。编辑报道。